这次 Vogue 他提出的主题是 Gen Z， 对我们来说 ，Gen Z 就是一个在网络世界里出生的世代，所以他们看到的东西是更全面的，他们关心的事情也就更广泛。这次的拍摄可能没办法用一个摄影棚的范围去诠释他们的视角，所以我们加入了 CG， 让这次的拍摄有无限的可能。全 CG 的意思就是用电脑搭出它的 3D 的模型，所有的角度都可以更不受限的控制。然后人的脸，我们用扫描的方式去把它变成电脑的模型。那发型跟妆感的部分也是在电脑里面处理完之后，我们再进到后期平面的部分处理。当初的设想是想说要用 3D CG 这件事情为主轴，这一次酷的点是连人连衣服都是全 CG 的，先看照片想好了封面大概会长什么样子，我们才选适合封面的衣服，衣服上的质感跟每一个 detail 就要很靠我们的想象力。我们会选 Chanel 的衣服，整体的 styling 的路线属于简约一点，想要呈现 natural 一点的感觉。除了全 CG 之外，我们想要试试看现实跟虚拟的连结，先拍出我们想要做的画面，再用虚拟的东西去加入整个故事里面。我们想要延伸这次平面的故事，提供一个小短片。这次的画面非常的有电影感，有故事感。透过这次的拍摄，阐述一个动物和人类新的共存关系，可以去思考新的想法或想象。以往的摄影师是拿着相机用食指按下快门，但是现在可以拿着滑鼠按下滑鼠左键，任何动作都可以在这个世界里面做到。